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3年12月12日，星期二，农历10月30日。欢迎收看日本新闻。12月11日，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暨日中友好会馆成立40周年典礼在东京举行。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日本外务副大臣枯井研、日中友好会馆会长代行宫本雄二等出席并致辞。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发来祝贺视频，中日两国政府部门官员、日本国会议员、中日友好团体相关人士等100余人出席了该活动。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报道。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大使吴江浩表示，日中友好会馆是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关怀和支持下成立，由中日两国政府共同运营的友好事业。40年来，会馆积极致力于促进中日文化、教育、青少年交流，累计推动近40000名两国青少年互访，为增进两国人民互相理解和友谊，培养中日友好事业接班人做出了不懈努力。期待会馆以成立40周年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弘扬友好传统，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开展更加丰富多彩的友好活动，吸引带动两国民众广泛参与，为中日关系发展夯实民意基础。日本外务副大臣枯井研表示，日中友好会馆是40年前在日中两国政府的协议下设立的，40年来一直在两国民间交流上做着重要的贡献，在日中两国之间建立友好互信关系上发挥着积极作用。今年是日中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两国领导人在11月份进行了会晤，为建立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指明了方向。在今后的日中交流上，民间层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期待日中友好会馆继续发扬传统，为日中两国的友好互信关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日中友好会馆会长代行宫本雄二致辞表示，日中友好会馆于1983年8月作为新的财团法人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此后作为日中两国国民交流的据点，不断开展两国的交流活动，以提供青少年交流、中国留学生宿舍、语言学校、文化事业交流、植树造林等5项公益事业为支柱，广泛开展增进日中两国友好交流活动。日中友好会馆也将继续通过青少年交流、文化交流等事业，为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和友好关系而努力。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发来了祝贺视频，祝贺日中友好会馆设立40周年，并对今后的日中友好交流事业表达了自己的期待。仪式上还表彰了通过日中友好会馆对两国和平友好事业做出贡献的受奖者。中日两国政府部门官员、日本国会议员、中日友好团体相关人士等100余人出席了该活动。这个我想呢，45周年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只要按照条约的有关这个约定去做，中日关系呢就不会有大的问题。这个会馆，这40年来呢，主要做的工作是这个促进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特别是青少年交流，以及呢这个文化这个等其他各方面的交流。中日友好的未来在青少年，我们只要把这些工作做好，我想呢中日关系今后包括会馆这个今后的发展都会很顺利。日中関係、なかなか難しいところもありますけれども、私どもは国民の間の交流、相互理解というのが最も重要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して、今回日友好会館の設立ということでいろいろなことが行われまして、とても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